所以呢，刚才我们的行员有我们的行员朋友有提醒我们的伙伴有提醒我们，其实我们的第一线在发现所谓的犯罪之后的时候，都会及时通知被害人。但是我们的很多的被害人或老人家，他们都深信不疑，他们被骗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哈，罗东分局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各分局都呼吁大家，如果家里的老人家有金流哈，感觉怪怪的，我们的行员呢也有发现怪怪的，及时通知警察过来，通知我们，我们可以守护你们的财产，你是我们保护民众财产的最后一道防线，您知道吗？ 最后呢，有一个可爱的手势，叫做狐狸，帮我们比一下这个狐狸就是诈骗。我们希望诈骗不要来骗走我的钱，诈骗不要来骗走我的钱。希望呢，我们今天的动物反诈启动日，宜兰华尔街踩街大游行成功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反诈启动日是希望大家怎么样来跟我们讲一下？ 我想应该是要反诈骗，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我们现在环境太多诈骗了。我有个朋友去办一个那个遗失健保卡，第二天就收到说你的健保卡是不是遗失？要跟他要身份证号码。哇，当他的收讯不好，所以呢，所以就变成说他打电话，他后来电话就断了。 所以他打电话到健保局，据我们说，我们不会打电话，所以当东西不见，他就会有诈骗打电话来。所以好像我们这个环境充斥着诈骗。所以呢，我们动五动五反诈举动日呢，就是希望大家怎么样，一起来反诈，举一下这个手反诈啊，这就是诈骗。我们希望全民反诈，一起来。 大家来反诈，那么希望也姐姐也以后帮我们跟所有的亲朋好友讲，接到不明来电不要汇款，要汇款前先怎么样？先问一下警察吗？对，答对了，问警察，谢谢姐姐们哦，全民反诈，大家一起来哦，来站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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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骗走我的钱，然后骗诈骗不要。